好，你再来个开水拿。关公的吧，然后底下，那个正前方，对对，鸟尾当时是鸟尾的这个天上啊，当时的一点点在那边。好来看，来这边哇，在外的叫秋萍哈，在外的秋萍那边的那边是，哎，当时新开的啦，因为哈，这边的房间有较侪哈，啊，房间有较侪，接下来看看不对啦，啊，这边看太绿个啦啊，太绿个，我再讲。你快点行是两道红汤啦，要下了啊，车主来了哦。好，要看到了。
即摆吼准备要来行石七洞吼，这石七洞的总长是1227长吼，大家等下吼尽量来行看看呢。
做梦，我是不敢想着你以后。我最爱我的。没行迄个，行高速公路。边啊，边就是个东站了，风景就好。唱到哦，下下个一个段，我得两条嘛。哎，但是随时啊，你天气随时变人了，然后是感冒了哦。哎，得两段，他第一了，小心了，小心好。哦，生意三号哦，希望他能够在饮食方面也需要各位带。我们这虽然是服务的地方哦，把唱歌袂歹，今天印象袂歹，聊细点哦，下下小讲。就能到底起点哈，好，另外还有我们百货公会的啊，来，麻烦我们汤女士，王姓名，他是二三号，然后有这个机会的话，还是多多跟他洽询工会整个会务，整个工会的法令。我想哦，这一二十年来，我是对于整个劳工的会务在推动，我是非常的积极，我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，整个把我们工会的会务推上。